关联之下，我是这样一个建议的，变成三营的，因为第这个原来要盖的这个宜品公园哈，第二营啊，一股兵啊，他容易看见的哈，哦，第二行就是讲，你若个使因使用一楼，哦，完了就一楼规划就是你做你的企业管理的哈，啊，即马这个所在来改造，你讲的讲啊，为了要节省成本。哦，来用这个地轨交通管理中心，哦，交管中心，甚至用一楼如果二楼啊电梯好，这样里面也当再来继续使用这里的中心管理中心，甚至这是一个方案，这嘛是方案啦。哦，这是你做参观嘛，安尼来改装，这方面来讲，第二二楼，阮这个厨房啥种种，还是讲要做一方面的这个烹饪课，哦，还是课后辅导，煮一锅给咱吃，哦，啊这里面足用心来。帮忙有这个利用来做一寡课后辅导，这样就符合一个啊个电脑的。还是另外一个就是用二楼跟三楼，一楼跟三楼给他，让二楼的部分使用，看能不能。伊无需要用到三楼去嘛？三楼到三楼的经济处理啊，因为三楼。因为财政所不要过来嘛，以前对，即卖刚才刚刚在讲的，出国的嘛，到边啊？如果真的不够的话，一楼来给他到边啊？我哋可以。已经一万加民众啊，社会反攻嘛，是啊，没有啊，一点一点文